那个我有买豆花，你有要吃吗？妈妈说你不吃啊，真的、哦，你不喜欢吃豆花、哦，可是豆花甜甜的，你不喜欢吃。阿宇翔，我有买豆花给你吃，啊。哎呦，小心哦。帮你推吗？不要，我推、你现在都可以荡很高了啊、哦！以前不会荡的，他不会荡。真的、啊？中午吃面这样，威奇你不会饿吗？不会啊。好，下来的路队都请你排好，后面的同学要对齐前面的。差一点还没开好的路队老师请你停下来准备好再走刚刚弟弟差一点已经撞到后面了